回，然后一样向后推，右手推，回来左边推，回来推好右脚先，右，左握握的时候身体可以躺到右边一点点，左握握，擦到胸口点两下，点两下往前，右左右丢，变成擦腰躺一二，然后直接踩左脚，直接踩上去，抓我的第一次放在胸口，第二次两个。两个不用放在胸口，然后往后踩，推后一、二加上。